你说等严永祥下了班了，嗯，夜里11点12点了，嗯，他女朋友又上班去了，那可对吗？您先等会儿吧，嗨嗨嗨，您别说了，我就痛心。你痛什么心啊？我活该没对象啊！这什么工作？怎么11、12点上班的呀？你说清楚了，11、12点人姑娘，人在这个超市啊，人家收银员，对对对，24小时超市有夜班，哎，所以说不好找，哦，还得向我学习。你看看啊，我们这打上学的时候就在一块儿，嗯，提早同居，哎，对对对啊，啊，我媳妇呢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对了。哎，您缺德不缺德呀？你自个儿退学了，人家上学呢还。我们年龄相仿啊。啊，你想我们下了班11点12点，嗯，到家洗一洗涮一涮，哦，吃点夜宵，嗯，看会儿电视。哎呀，夜里要有比赛，看个球什么的。哦，看个英超。啊，这就4、5点钟了。差不多。我这刚躺下，嗯，他早晨6点起来要上早自习。上学吗？他把我先推醒了。嗯，那意思我们俩一块儿去。哦，不是干别的是吧？啊，我们还很年轻。啊，是我早自习就别那么折腾了。我去你的吧，用不着这个，啊，是吧？早晨不得洗一洗吗？是不是？完得洗啊！哎，去你的吧！我他早晨就要给我推起来。啊，推起来！我不乐意。是您起不来呀？他冲我撒娇。嗯，他什么样呢？哟，起呀，啊！你看。你起吧，你看这90后都这样啊。你起不起呀？嗯，人家都想你了。我肉麻的，哎，当时我这会儿啊，我烫我就起来了，我。我似乎起，我累乎起，我似想起似不得想起，破风筝我起得来吗？双面肥我起什么起？什么屁？我起啊！我起啊！我起你奶奶个孙子！抽你！我告诉你，你先别抽他，你这骂谁呢你？骂我爱人啊？骂你爱人，你喷我一脸唾沫星子干嘛呀？我学给你看。您不用学给我看，你骂他就完了吗？学你瞧啊。那你说我起还是不起？天不早，你就起来吧。我媳妇也说了啊，天不早了，你就起来吧。我一想怎么办呢？不是这话谁说的呀？我媳妇说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一样啊？这赶上了。我赶上了，赶上了哦！我一想，你说他叫起来了啊，我也睡不着了。是啊，你起吧。嗯，坐起来。嗯，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哦，喝水啊，亲爱的。嗯，喝一口。嗯，喝一口。你看，你喝不喝嘛？又来了。哎，当时我这火，我腾我就上来了。我似乎喝，我累乎喝，我似想喝似不得想喝。山西帮子一喝喝爱喝喝，我喝呀。我喝呀，我喝你奶奶个孙子！你这又骂谁呢你？我下手很重啊！这怎么重？你骂谁呢？骂我媳妇儿啊！骂媳妇儿怎么又冲我来呀？学给你看。你不用老学给我看，你给他们学就完了。看你学不着，那你说我喝还是不喝？端过来你就喝两口呗。我媳妇儿也说了，端过来你就喝两口呗。我这话又谁说的呀？我媳妇说的。又跟我说的一样啊！他老冲我这么嗲啊，你知道吗？我一想那喝了吧。刚喝完，给我拿一根烟来，抽一口，抽一口，你抽不抽啊？我这火儿，不选我告诉你，我打你，好好说就完了，汤就上来了。我似乎抽，我累乎抽，我似想抽似不得想抽，我抽啊，我抽啊，我抽你奶奶个孙子！哎，你骂我干嘛呀？废话，你骂我3回了都。我说学给你看嘛。你不用老学给我看。那你说我抽不抽？你乐意抽抽，不乐意抽甭抽。看我媳妇这态度，乐抽抽，不乐抽甭抽。我给我气的啊！我跟你说，火都压在心里。他又给我拿过一块面包来，宝贝儿，吃一口，吃一口，吃不吃啊？您说。吃吗？您说我吃吗？倒霉娘们不理我了。哎，这
不说话也不行啊，这我得问问你啊。问我行啊，我说一句话可以，这里边还有你媳妇事儿没有了？保证再也没有了。没有了啊！我说说啊，这倒霉娘们再插嘴，我抽死你啊！您放心，讨厌了，再也没有了。问什么？吃还是不吃？我呀，啊、让您吃两口。我媳妇儿说什么？没说话。我看她敢。我儿子过来了，爸爸吃两口吧。您聊，对对对，去吧。这为了活命啊，这他们都不跟媳妇商量一下的呢。不得亏我没结婚，我跟你说哈，一个一个都进去了啊，把山洞外边有大石头嗯堵死了，对，不让参观吧，等着吧。嗯，一年之后，嚯，一年之后，嗯，于谦老师那个山洞开开了，把石头搬开了。哎，我师父出来了。哦，哎，旁边是这母猩猩搀着我师父。哟，还挺亲切啊。哎，这是我师娘啊，甭问。哦，这牵手成，哎，这师娘牵手成功了，这是啊。哎对对对，这得送我一个开普敦七日游，这得啊，搀着出来。哎，我师傅怀里抱着一个小猩猩，一年就生出一个了。怎么样？你看看，抱一小猩猩。哦，小猩猩非常可爱啊。啊，哎，这边抽着烟，这边喝着酒，是烫烫头啊。嗨，于老师这遗传基因在猩猩那儿也这么稳定啊？多谢谢。出来还会唱歌呢。哦、唱的是我要从南走到北。哎呀，这也是幼儿早教也是、啊。嗯，说着，嗯，酋长高兴啊，酋长还高兴呢。嘿，太好了 啊！你说这么神奇啊？嗯，行了行了，回国吧，回国吧。这还有脸回国呢？这于老师，悄不悄的，这回来给上户口吗？悄不悄的，猩猩就留那儿了。哦，猩猩留那儿了，猩猩就留那儿，母子分离了就。哎，对，父子分离。嗯，把那于老师送回来了。嗯、于老师回来，过了三年啊，岳云鹏那山洞开开了。啊，这耽误多少挣钱的机会是吧？嗯，岳云鹏也出来了。哎呦，旁边我们那嫂子搀着的。哦，是吧，也出来了。岳云鹏抱了俩小猩猩。哦，二胎都出来了。你还响应政策吗？你看看三年、哎、还让媳妇歇一年这。对对对，那年坐月子。哦，抱着俩就出来了、俩猩猩都特别可爱、啊嗯、一出来，嗯，哎呦，这肯定是岳云鹏的种儿这啊。一出来，酋长看着更高兴了、哎、超额完成任务，来坐飞机回国去吧。嚯、哦！哎，坐飞机也回来了，给酋长气坏了啊！怎么回事？嗯、看看去吧。哎，他别的把猩猩吃了吧？他嗯、到那儿搬个石头进去一看啊、没给酋长气死。怎么呢？偌大的一个山洞啊！嗯，猩猩在这个角，阎又祥在这个角。嗯，这俩、啊、看起来刚刚搏斗过。怎么还能看出搏斗过？刚那你脸上全一青块白一块啊！哦，肿的，往那一坐。哦，酋长气坏了，嗯，冲过来冲着阎阳祥抡圆了，啪，来一大嘴巴，啊，丢人现眼的玩意儿！你看看人家岳云鹏，你看看人于谦，人用了一年，用了三年，抱出仨猩猩来，你八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对呀、啊，给阎阳祥气坏了啊！废话，我那猩猩是公的，去。下回把咱俩关山洞里，你看我生得出来生不出来，我跟你说。哎，我哥就是好玩啊、就是、哎，对，我就这样，我就是好玩。死不死啊你？这都是意识，风流意识，这是风流意识啊，风流意识。你们家人长不了个儿了，我跟你说。不用，要能天天说你，我情愿不长个儿。哎，对吧，我哥就是有这个爱好。嗯，真的，说相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爱好。对，出去遍览河山，嗯，采风，哦，这样才能看见一些个新奇好玩的东西，回来在舞台上说。对，就别去非洲就行。嗯、他也是偶尔，嗯，我们哥俩就是，嗯，认真的，台上在一块合作搭档，开多大的玩笑不往心里去。对，真的、嗯，内心里是希望对方好的。对对，感情是真的。嗯，我希望我哥今天跟我说完相声出去拿一大卡车压死吗？希望，希望。您这是盼着我好吗？大卡车能进六环吗？现在告诉我，你奔外溜的呀？那油也是你给叫进来的，我告诉你。不是，就你就是希望你好吗？啊，您是您说点好的呀，对不对？嗯。而且我们不是说就我们哥俩好，嗯，两个家庭都特别好。是啊，真的有个词儿嘛，叫通家、嗯、通家之好。你可说清楚了，咱是通家之好还是那什么通啊？别说了，别说了啊。通家之好、哦、其实挺快乐的。对，不快乐、哦、啊，总上他们家玩去。嗯，打小是总去。嗯，长大以后也是工作太忙啊、嗯、但是你说逢年过节的
必须上人家去。哎，对，有空、啊、也得去。是，他们家我跟你说，熟悉北京地理的都知道啊，嗯、就住在咱们这个二环以里。对，有个地名叫陕西巷，知道吧？哎，一开始住在那个石头胡同，后来搬到陕西巷。你们家才住八大胡同呢，才。怎么了？像话吗？八大胡同怎么了？你说清楚了 啊！八大胡同，我们家是住那儿，我们家解放以后才搬到那儿住的。我严正声明啊。八大胡同是过去旧社会北京有名的红灯区风化场所、哎、人家阎永祥人家是解放以后才搬到那儿住的、哎、解放以前呢在那儿上班没有啊？那解放以前没有我呢知道吗、啊、不是你工作这那受不了啊、哦、没有啊是吧解放以前不在那儿解放以后才在那儿嗯陕西巷嗯就住在那儿、哦、有一个小院哎其实挺好嗯那回嘛我也是上那边演出去是演出去了啊是演出是演出、哦、那边有个湖广会馆嗯演完出呢顺那儿溜溜达达一看哟到陕西巷了啊、嗯、我一琢磨我哥阎永祥的住这儿啊哦对不对啊那不行啊老话怎么讲啊嗯我不能骂门而过呀那你卷着过去你匍匐着过去扔手榴弹过去啊你这叫什么叫骂门而过呀老话怎么说慢门而过慢门而过哎我得进去拜访一下哦串个门哎站在门口敲门吧嗯当当当没一会儿门分左右嗯嫂子出来给我开门了哦我媳妇儿嫂子特别激动啊模仿一下你看看一溜小跑跑出来嗯兄弟来了嘿哪儿了、嗯、您等会儿这还有人拿箭射我媳妇儿是怎么着的没有啊没有干嘛这躲这个出来了好，我媳妇成基诺·里维斯了，这不是没，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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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这干嘛呢？这是不是嫂子呀？着急给我开门、高跟鞋呢，穿了一只没穿一只，把那只也脱了吧，都脱了，在家穿什么高跟鞋呀？啊，出来，夸一推门，嗯，一看是我，嗯，嫂子是特别的开心，高兴啊，那可不嘛，老嫂比我小叔子是人嘛，这是老话，我就跟他儿子似的，哦，啊，嫂子往门牌一站，嗯。Yeah. 大坏蛋，人家要用小拳拳捶你胸口，跟我是一回没这样过。我跟你说，我说，大岭啊，我叫大林嘛，郭麒麟大林，嗯，大岭，嗯，你可有日子没上我们这儿玩来了？这话听这么别扭啊！你怎么不来呀？你怎么不来呀？你说嘛。嫂子这么跟我说话，我能这样吗？你不能这样啊！老嫂子比母，小叔子是儿，我应当尊敬。对呀，妈。你先把你的腰间盘突出治治，知道吗？还突出？你这是尊敬吗？你这是？就是发自内心。干嘛呀？你们俩要变身的是怎么着？没有聊天嘛、嗯、聊天嘛我说嫂子啊、嗯、阎永祥在家吗哦问我哼你多会挑日子呀他不是让你安排去那个越南商演去了吗、哎、你叫我去这地方啊、嗯、估计这辈子是回不来了、啊、我踩地雷上了来吧来吧来吧快进来快进来嗯拽着我的手就进了屋，嗯，一进屋得问啊，哦，我说老娘在哪儿呢？这问谁呀、啊？就是您母亲、哦、我妈，她妈是我的干妈，嗯，我一直叫老娘，哦，我说老娘在哪儿呢？嗯，嗨，老娘上房了，哎、拿棍儿给捅下来，赶紧啊！你捅你妈干什么？什么叫上房了呀？在上房屋呢。你把那屋字带出来、啊。嗯，对对对，嗯啊，老娘在上房屋呢，你知道吗、哦？你快看看去吧。什么叫屋呢？不是在上房屋呢。哪个屋？您说清楚了。奔那儿去吧。嗯，到了上房屋，一推门，嗯，老太太背对着大门，哦，挨那儿正弹钢琴呢。哦，我妈会弹钢琴。哎，老音乐家。对，知道吗？这会儿弹的就是那个。贝多芬的那个命运交响曲哦，世界名曲，多好啊！哦，往那一坐啊，嗯，屏息静气啊，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我们家谁过去了？别奏了，就行了。怎么弹着哀乐了？这老太太不跟着正练习呢吗？别练这曲子呀！就弹着玩嘛。这是贝多芬写的吗？就弹着玩嘛。嗯，我赶紧过去了。
我赶紧就叫你母亲啊，就你母亲弹琴这功夫啊，嗯，哎，我就瞧着啊，哦，就瞧见在你母亲这个脑袋上啊，嗯，别了一朵小红花儿。小红花，我心说，你说这也不年不节的，怎么别朵小红花啊？不是，您是哪天去的呀？上礼拜五。上礼拜五哦，那就不新鲜了。怎么？上礼拜五是我妈的好日子。你妈结婚？你妈才改嫁呢。你妈好日子吗？我净说着犯错误的话，我就说，什么？什么叫你我妈结婚啊？你不是你妈的好日子吗？好日子就结婚啊？什么呀？我妈那天过生日。对对对对对，哎，你说我还当人干儿子呢，啊，我把这事儿都忘了。对呀，你妈的生日，哎呦你，我也没带个礼物，我空着手就去了。你妈的生日，你说太粗心大意。你妈的生日，你妈的生日，没完，你没完了。像骂街子怎么样？不是，就是我干娘的生日。你说我母亲过生日就完了。哎呦，这我没带个礼物啊。嗯，怎么办呀？啊，赶紧跟老太太赔礼道歉。哎，今年我把这茬忘了。嗯，您放心啊，打今儿起每年我都来。哦，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哎，没听说过。我到那个时候，那还是哀乐那个啊，就是您的寿诞之日。寿诞之日。寿日。今年我没带东西啊，得了。我给您磕个寿头吧。哎，这个在理。哎，说完这话，啊，跪在地上给老太太磕了几个寿头。怎么磕的？咕叽咕叽咕叽。您这下了三个蛋呢，您这这什么动静啊？老太太这个嗓子不舒服啊，这个痰呀吐在地上了。哦，我这一磕呀，整磕的老太太哎呀痰上，是吧？您这边太恶心了，这，哎，主要是找不着没有痰的地儿了啊，哦，一进屋就。一进屋就眩晕乎乎的，你知道吗？我们家整个一湿地，我跟你说。哎，对对对，咕叽，哎，粘着了、哎，赶紧拿剪子剪啊！剪开了，我妈整个一生化人，我跟你说，我妈真就是给老太太磕头嘛。啊，磕完了头，站起身来，嗯，还没来得及聊天呢，啊，就听门口有人叫门。啊，还有又有人来了，我赶紧出去看看吧。啊，到了门口，把这门打开了，啊，认出来了，谁呀？你那三个姐姐回来了。我们家也没计划生育啊，没等等哦，还有仨姐姐，是啊，啊，三个姐姐，嗯，想当初嫁人都嫁得特别的远，都嫁哪儿去了？你像大姑奶奶，嗯，嫁到了阿富汗，哦，二姑奶奶嫁到巴基斯坦，三姑奶奶嫁到了叙利亚，好嘛，我们净支援第三世界了，对对对。啊，这回呢也是不容易啊，好不容易赶上老母亲过生日，哎，一块儿都回来，好嘛。当然他们不是空着手回来的，哎，都拿着寿礼了，拿什么了？大姑奶奶呢？拎了两只羊，好。二姑奶奶呢，嗯，拿了两只鹅，嗯。三姑奶奶拿了两只鸭子，你看看啊，我赶紧过去啊。这边搂着大姑奶奶，这边搂着二姑奶奶，裤裆底下夹着三姑奶奶。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哎，嗨，下来。什么叫夹着姑奶奶呀？夹着姑奶奶那个寿礼。好，您把说清楚了。赶紧吧，啊，把这些东西都拿进来，放在屋里头码好了。嗯。又听外边有汽车的声音，啊，又来人了。这谁呀？啊，来到门口，打开门一瞧，嗯，哎呦我的妈呀！哪位？来了一辆豪华的超跑 ，SUV 啊？超跑？不、啊，正经跑车。哎呀，三开门，那是跑车。嗯，三开门，嗯，中间的上人，两边的下人，公共汽车呀，哎，这个。这么个三开门是吧？这是不是三开门？没有，还六个天窗的那车。那不行，没听说啊，没有啊。三有心脏病，那能受得了吗？先问这大，没有，那牛肉是不是熟了？别拿，我以为拿硝酸甘油呢，拿牛肉是吗？就碗米饭，赶紧吃啊，要怕凉了。那东西凉了不好吃了。我爸也250啊，叽里呱啦吃完了，躺炕上又睡一觉。嗯。过俩钟头我推的，哎哎，你儿子都招苍蝇了啊，招苍蝇回忆起来了吗？杨永祥，你有个儿子，他没了，哈哈，没了没了。哎呦嗨，你不说我都忘了，我以为是别人的呢，你知道吗？就他怎么回事？他怎么没了？没的怎么好看不好看啊？没啊，行了，你也甭管那么多了。这个是那个政府给了这个100块钱的抚恤金。100？对，因为觉得这孩子也不错，这您拿着吧。哎呦，那哪行呢？哪能那个拿国家这钱呢？您等我找你20啊，你等会儿拿着这才完事儿。您想，他没了，他的家庭，他的父母由我来照看，这就叫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咋就这意思？哎，行，我大概理解了，都懂了啊。最后呢，后面那什么脱妻献子，脱妻献子啊，想听这个啊。今天呢，确实因为时间的原因，后边还有很多节目，我呢就不提了。你别，咱们有请下一位。行，别下一位，你给讲讲，人观众都等着呢，都等着呢。对呀、你让我讲了。对呀、那我可说了，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还是咱们哥俩。那肯定是咱俩。咱们哥俩啊，但是又不一样了。又怎么了？不一样。您今年贵庚年？我39啊。39，对了，那就不是39岁的杨翔了。那什么时候啊？90岁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阎鹤祥先生。我到90岁我才艺术家了，我都。啊，我以为现在就是了。你到那会儿才宣布。哦，才宣布。现在已经是了。哦，那就不告诉别人，到那会儿就广而告之。行，就是51年以后。对，离那2077很快了。嗯，你知道吧？嗯，哎，反正你就说吧，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90多岁，九十多艺术家了，还依然坚持给观众演出。那肯定的呀。嗯啊，每天依然坚持，就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嗯，门口的西直门立交桥。对，你先等会儿。我90多岁，我老艺术家，我怎么在立交桥上啊？我得在这儿啊，鲜花掌声啊，粉丝啊都在这儿啊。不，你们都来啊，到时候我99再见啊。哎，90，各位施主不必啊，不必。施主，你这都是施舍给你的掌声，你那怎么了？对，我九，你到那时候您还在乎这小小的剧场妈，这坐满才能坐2000多人，不少了。您到时您那个观众，您那个粉丝群体，这屋里装不下。哦，那么多人了。为什么在立交桥上演呀？为什么呀？那观众都坐在外头啊，都外边看见您在桥尖上，您跟那儿说，哎，桥尖上说，桥尖上，我不是要工资的，我是。你怎么没有啊？没有啊？没有这个。这50多年工资都给你结了，哦，都给你结了啊。哦，提前摆脱工龄了。对，我是开不了张了，给你返聘了都。嗯，你知道吧？你就在那个哦，我的观众都在。哎，你在立交桥演，下边就待不下了。对，这屋里哪坐得开去？2000-3000都不止啊。不止。哎呦，每天现场观看您演出的观众，竟达8个之多。哎呀，我跟这儿那是好多人们啊。不是，8个是在车外头的，其他的呢？都坐在车里头看您啊。这不野生动物园吗？你这。怎么野生动物园？在车里边看我。孩子还给你买了火腿肠。行，我就是那狗熊。行了，您等会儿吧。不是，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就反正就是我有名气，在那儿演出。哎，非常有名气。嗯，还在那儿演出。都在那儿看我。已经90岁高龄了。99了。哎，90。啊，90。90。90。90岁高龄还在那儿演出。哎呦，哎，这天呢，您跟上面与往常一样，开始了您今天的表演。哦。这个时候呢，嗯，突然间来了一位老先生，比我还老。老先生跟你边边大吧，可能比你年轻一点。差不多，往上往下。哎，对，嗯，一位老先生，嗯，头发呢也不是很多了，哟，哎，稍微有点寸头吧，啊，哎，有点寸头，白色的，嗯，白头发，啊，戴这么一个眼镜，嗯，过来了，哎，脸也挺瘦的，过来跟你鞠躬，请问您是严先生吗？啊，是我呀，啊，是我，您找我有什么事？您是哪一位啊？嗯，在下乔布斯。啊，不，你先等我，你等我好好跟您聊聊。你等我，我，谁？乔布斯，哪个乔布斯啊？就你知道那乔布斯？美国那乔，我是不是遇上骗子了？我是不是？乔布斯都没了都。不，哎，人家自称乔布斯，咱也没法调查呀，对不对？你说现在咱赶紧化验一下，我看看您 DNA 是不是他？那也不能这么说呀。不是，那问明白怎么回事儿？人家就捯饬就那样跟你找你来了。啊，我是乔布斯。啊。这个我最近呢，打算把这个整个这个工作重心啊，转移到中国来发展，啊，我呢打算再创立一个手机品牌，啊，不远就在天津的沙窝啊，这个品牌叫萝卜。嗨，那可不就叫萝卜？我认为它能够超越苹果啊，比苹果要强好几万倍。这个公司呢，我们希望请一些个专业的人才。我在这儿呢，已经听了您的相声听好几天了，我觉得您呢很具备啊这个人工智能的配音的这种能力啊。我这相声都说成人工智能配音了都。哎，对，苹果有个 Siri， 我们这个就是严瑞啊。哦，有萝卜手机，这严瑞都叫我。哎，严瑞，哎，对 ，Hello， 严瑞，你呱你就出来了。哎，对，我跟你聊天是吧？哎，我们打算让您去我们整个好好研究您10年，哎，然后把您的这个智能我们移植到萝卜手机里头。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当然工资标准呢也不是很高，大概就是1年1个亿啊，1年1个亿，
这萝卜这个严瑞就这么值钱的这个？对啊，严瑞，严瑞啊，这东西呢，一个亿是一个亿呢，我们打算聘用您十年。哎呦，十年呢就是十个亿。对，我们是十年之后一次性结清。啊？那我这十年我得饿着怎么着呢？哦不不不，我把您接到我们这个沙窝总部。嗯，哎，沙窝总部，到时候您的这个饮食起居呢，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都吃萝卜？哎，像什么这个萝卜汆丸子呀？行了行好。萝卜炸丸子呀，我后边有手机，您给我留条命吧。行，可以了，就都给您准备好了。嗯，大概十年十个亿，请问您意下如何呀？一问你，你当然傻了。你要说搁别人啊，说看见说这种这个大资本家这么趁钱的，那好，恨不得想要点钱跟人卑躬屈膝。您不一样，哦，您是老艺术家，我九十了，九十了，那能一样吗？嗯，您这是非常的有风骨。哎呀，往上一站，谢谢爸爸。非常有风骨，这还有风骨呢？有风骨，我九十岁我还这样。当时决定就要去，我也不甄别一下真假是吧？人告诉你十个亿，你没见过。好好好，对吗？就要去。哎呀，去不去吧？那去呀，那肯定去呀。想来想去还是啊，他可有意见啊？怎么着？这去个十年啊，没有假期回不来。我要是我到沙窝，我要什么假期呀？我下班自个儿说回来就回来了。你不是。确实是，确实你不人家也在人家园区里的，我就不能出来，天天采样，天天采，天天采样，天天十天采不了多少，听你说话，旁边给您配好几个，好几个录音笔，采你声音这样，反正就在这工业园区里不能出来。对，你得天天的你模仿你啊，你那个生活呀，你干什么？你的思维模式，你不是人工智能了吗？就那无所谓，就不出来就不出来了呗，就研究您十亿呀，我呀不出来。您可没有探亲假回来亲朋好友，我也没亲戚啊，哎，我没不不不不不，误会了。误会了，怎么误会？这一点我没跟你说。嗯，这不是你九十岁生日吗？对呀、啊，刚过九十。嗯，其实，在你生日的前一天呢，嗯，你刚刚踏入人生婚姻的殿堂。你别老翻我，我去年我告诉你啊，我踢死你我！你别，哎，一会儿凭什么呀？一会儿让我爸补偿你，好吧？让他给你征婚，好吧？去你！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这就九十了，我怎么九十我才结婚啊？我哎，你看看你这东西，你这一辈子呀，情路比较坎坷，哎，比较坎坷。怎么情路坎坷？因为呢，人家之前找大师算过，嗯，你这辈子结婚只有两个时期，一个是特小的时候，一个就是特老的时候。啊？特小的时候那会儿确实是不太合适。那会儿两家人，那年轻啊，他小的时候，嗯，他家跟别人指腹为婚。封建迷信，哎，指挥这其实这不赞成。你俩孩子互相成不成都不知道，对，是吧？性格合不合都不知道啊。那会儿的愚昧不懂啊，是指腹为婚 啊，拿手一指，行，这肚子孩子以后咱们就结婚就完了。对呀、啊，刚出生就等他长大吧。嗯，等他十来岁跟他说了、嗯、啊，这是你新娘子，你们俩在一块儿结婚行不行？行。十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叫爱情啊？嗯，女方也不大呀，女方是59。好，人家我等着退休金上学呢，我跟你说。你怎么老这太现实？差不多59、60吧，万一返聘了呢？是你的吧？对不对？那能在一块儿待着吗？是啊，是，所以没成嘛，所以没成啊。那会儿也不懂，人说你十岁不结啊，你再想结婚就得90了。好嘛、哎，果不其然，到90了。那我这80年怎么过来的？我你80年，那谁知道？行，可以，咱就别聊这80年了，对不对？你当时你说你90岁，前一天刚刚结婚，嗯，哎呦，结婚这对象还真好，您给形容一下，也是这个喜欢您的，多新鲜，也是喜欢、嗯、喜欢您艺术，哦，也59，也那就不错，那会儿一看就那就别跳了，可以了，59干什么？19，我90，我19，好嘛，嗯，19，啊，违法了，违法，违法了，20，20，20，20，哎呦，千万别说我吧，20，20，20，打19岁看您的相声，20才领的证，20，对对对对，是在直播的是不是？这确实，20，吓死我了，嗯，20，我就说我不演，现在我跟你说，这一年不说相声嘴确实是不利索，20，20，20，20，20，20，20，到我90这不犯什么错误啊？就我90这这不犯错误，这不犯错误，一天一天活过来的，我是，对。你没有跳下去，我知道没有啊。好，90看见一个刚刚20岁的姑娘，人就说就要嫁给你，不是这也够可以的，这不能这样是。那怎么人就喜欢你？
爱你的艺术，就是爱情跨越了年龄的鸿沟，哎，跨越了年龄，跨越了种族，嗯，哎，哪怕我们跨越了种族，好吧，啊，行了，说他没说物种就不错了。说你是你也是人，废话，那没有跨越，那没有跨越，没有跨越。我误会了，我误会了。好，90岁，我老想着赛博朋克那事儿。行，可以。没有，你不是。像我90，我跟你讲，90好，你90岁得了，人家20岁，行也不错，就喜欢你。哎，姑娘长得花容月貌啊，艺术的魅力。哎，对了，艺术对对，人那会儿这刚参加完那个，算我也别瞎说，行，不说了。哎，我差点又吐露了。他其实想，算了，不说了，不是没有，反正就是一个好漂亮的姑娘。漂亮，反正对对对，好好，然后呢，就结婚了，结婚了，结婚就刚扯完证，刚扯完证，这都什么词儿啊？扯证吗？不是结婚，咱俩扯证，就扯证啊、哦。对，刚扯完，刚领完结婚证嘛，哎、从民政局出来，刚是合理合法哦，合理合法，对，冷静期刚过啊，结婚一样，你很危险哦，我危险，危险，瞎说，嗯，完了是你的行吧？嗯，这个刚结了婚，结了婚，领完证，晚上回家。嗯，洞房花烛夜，嗯，这么好的时候，嗯，下午乔布斯来了。哦，那没关系，没关系。转天下午4-5点钟，我坐一飞机，我上沙沙窝子，我坐飞机，就是转天，我转天我再去。不，转天乔布斯等不了，乔布斯等不了。他一看你脑海当中 Jerry 的那个形象就已经勾勒出来了。就已经勾勒出来，你就是他的烟。不是，那就第二天早上起来8点。来不来不及，现在就得去，就现在就要研究。晚上10，来不及，十点之后十个亿就没。我90入洞房，你能理解一下吗？这乔布斯怎么那么没人性的呢？人家就搞科学嘛，研究嘛，这个科研嘛，弄这个嘛。就非得当时就走。当时就虽然知道用不了多久，但是也得。行了吧。就现在就去啊！行，去吧，去是吧？那怎么办呢？那对呀、啊，你想10年，你可没有探亲假。嗯，你刚跟人家结了婚，啊、嗯，人家这么好的一姑娘，嗯，为你独守空房。哎呀，那怎么办呀？啊、嗯，你把她托付谁呀、啊？给我父母。你好，你都90了，你都九还给父母呢？你父母跟你离开已经87年了，去你！见不着面了。笑话，我，那我怎么朋友？亲戚没哪有你的人缘哪有朋友去，没朋友，那怎么办呢？我这么跟你说啊，嗯，严先生，您90岁的时候啊，嗯，整个世界甭世界了，整个宇宙吧，凡是跟您沾亲带故的亲朋好友过得上交情的，全死绝了。不是，您说这是灭霸，这是我呀，这我怎么在全世界全宇宙人缘这么次呢？我这哎。你就那没有啊？那怎么办呢？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呀、啊，那怎么办呢？这但哎，话也别说那么绝对啊、嗯。哎，在中国华北地区，嗯，北京市沙窝附近，沙窝，别沙窝附近了、嗯，西直门附近，嗯，还有一位您的好朋友，谁呀？就是我。那您说，20多岁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啊，您的新婚夫妻这小媳妇儿应该托付给谁呢？那就。托付给你了，那托付给我，您乐意吗？乐意。你乐意，你咬什么牙呀？废话，我能乐意吗？我怎么？就你这个，就你们这文艺圈的人，能托付给你吗？我哎，拿我当什么人了？你我太知道你什么人了，我踹死你！我可不是那样的人。你是哪样人？告诉你，我是个有职业操守的人。知道吗、嗯、我也告诉你我的这个性格、嗯、我的这品质，嗯，你再想想嫂子，你再想想我、嗯、老嫂子比我小叔子我是儿，哎呦，我得尊敬他，嗯，再者说了，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的，有那会说的不会听的，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哦，您的意思就是还不能托，那不就不能接你们家的意思呗？什么就是接你，他嫂子接我家住去。对对呀、啊、不行啊，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的，有那会说的不会听的，我跳进黄河我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哦，你要这么说他不太像你们家人。我、啊、不是，我这就是就兄弟，那你这是好人啊。那当然了、嗯、托付给我你就放心吧。我放心吧啊啊，
你前脚跟乔布斯刚去沙窝，你刚走，嗯，后脚我得来了，你来了，我得给嫂子接走啊，就接你们家去还不行？这刚说不能接我家，我得单独啊，再给嫂子找一个地儿住，哦，单找一个小别墅。哎，因为什么？你这些年你人缘不好啊。嗯，你这后台你得罪多少人？这倒是，对不对？到时候你一走，他们再上你家一串门，那坏了吗？那不是？我九十，他们也八十多了，对吧？他们是八十多，那他们的儿子孙子……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子子孙孙无穷匮。那行行行行了，你说把我媳妇接哪儿去了吧？啊，赶紧接走吧。当然就不能在北京生活了。哦，北京往东，往东2000公里，两千，在那个地方，那不掉海里了吗？那不，就是海里头，就是海里头，我在海里头填海啊。填出一平台来，给嫂子搁那平台上盖一小四合院，让嫂子跟那儿住。我拿我媳妇当美人鱼了，那是啊。美人鱼干什么？安全呐！哦，就不让别人侵扰。这帮人他进不来呀。嗯，安全，让嫂子跟那儿住。好，哎，嗯，天天的这些个生活日用品谁送啊？谁？我送啊。只有您知道啊。对呀、啊，我也盖的呀。对，赶紧吧，弄一小船，嗯，哎，弄一个，哎，小摩托艇，奔那儿去了。2000公里。哎，2000公里。到那儿去了，嗯，来吧、啊，我带这些东西呢，嗯，都摆在那儿，嘿，摆在家门口，嗯，那种东西太多了，都买什么了？咱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嗯，鸡鸭鱼肉蛋糖奶，糖果饮料小食品，牙膏牙刷沐浴露，嗯，苏菲欧碧护舒宝，花王洁婷 A B C， 你买那么多这干嘛呀？这玩意儿，嫂子要啊，嫂子得给我拉那个利索他，他给我弄清单啊。对呀、啊，这你看看，咱就是燕瑞，你都不明白。行，你看看，你看，好，反正也是生活必需品。行，您别说那么细了，行了。嫂子要啊，对不对？兄弟，我想要这个。行，我知道。发一个小表情，裂开，嗯，来那，你是吧？是吧？我也没看见他做什么表情，你再过。我裂不开呀、啊，主要是那表情是裂开，是吧？我只能回苦涩，嗯，来，行，没看，对吧？行，我也不想带那么多东西、啊。行，我理解啊。行了，东西往那门口一摆，嗯，都跟小船上忽悠跟这飘着。敲门，当当当。嫂子，我是麒麟啊，东西呢都给您摆在门口了，一会儿呢您有空自己出来看一下啊。您现在别出来，等我走了，过半个钟头您再拿。行了，那我就先走了。哎，走啊，兄弟，别介，大老远划过来了，进去坐会儿啊。不行啊，不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了。用他会说的不会听的，我跳进太平洋我也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兄弟在国际上也是个要脸的人。那当然了，是，我给嫂子搁公海上了，我肯定我得这个呀，对吧？我知道 啊, 啊, 啊。得了，那完了，这都弄好了。嗯，下个月第二个月啊，又去了。每个月你都得送啊，嗯，日用品吗？嗯，开着我那小船，奔哪儿去了？又去了啊，东西。摆门口摆好了，嗯，柴米油盐酱醋茶，嗯，鸡鸭鱼肉蛋糖奶，糖果饮料小食品，牙膏牙刷沐浴露，苏菲欧碧护舒宝，花王洁婷 A B C。上个月没用完，不用。嫂子要啊，给我发呀！那我能问什么？嫂子量太大，别说了，这我又找你说这个，我没辙呀，哥哥。行，你在公海上别跟我媳妇聊这，是不是？我跑腿儿，客人要什么就买什么。可以了，对不对？摆好了，一敲门，当当当。嫂子，我是麒麟，您要的呢我都摆在门口了，一会儿过半个钟头您再出来，您我就不进去了啊，走了啊。哎，兄弟别进去坐会儿啊。不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了，用他会说的不会听的，我跳进太平洋我也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我老听着像个植物呢，你是怎么着？不是啊，那不行啊！你说这怎么办？转眼之间吧，过了一年了，到了春节了，哦，过年了，置办年货了，来吧，东西都得买双份的呀。哎，划着我又过去了，又去了，到那儿好一大堆，都摆好了。嗯，柴米油盐酱醋茶，鸡鸭鱼肉蛋汤奶，哎，糖果饮料小食品，牙膏牙刷沐浴露，摆好了。我跟那儿摆，我就敲门。哎。你少买了几个国际大牌。用不上了啊。前11个月买的太多了。哦，你说清楚了啊。是双十一双十二我囤了多少了、啊、是不是？
都搁在家里头，我就没带，没带啊。嫂子，东西我可都搁门口了啊，我就不进去了，走了啊。哎，兄弟，我可走了啊！我走了，走，别走，别，兄弟，兄弟，进去坐会儿。不行啊！他这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着，有会说的不会听的，我跳进太平洋我也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就你这个，还不如我这个呢，我跟你说。这叫什么话呢？这么说吧，简短截说，十年，过去了，你该回来了。那可不嘛。那我是不是应该进门跟嫂子说一下这情况？那肯定的，对不对？那肯定。十年不进，今天也该进去了吧？是是是。哎，有趣啊！哎，到那儿，我就没走正门，直接从后边那个船库直接进去了。还有船库呢？对对对，停船啊，停船啊。嗯，往上一搁上来，推开门进去。一看嫂子呢，跟那儿正搂着孩子，跟那儿玩呢。孩子都，我一看，嗨，你也真是太宠他。然后来，冲点奶粉，好了，倒点热水，来，喂他吧。这小日子过得够熟的。听说了吗？梁永祥可要回来了。我说我呢。行行了，别学那么细致了，啊，回来回来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也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咱们这样不行啊，反正他回来呀，你得想个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反正大不了啊，我呀就给他熬一碗药，哎，我端给他，我说大郎，药给你熬好了。他一喝，你到时候你照他胸口啊来一脚，咱就完事儿了。我打听过了，他没有二兄弟。我说你说那都没有用，你知道吗？你这玩意儿害人家命呢，那行去？啊，不能这么着，咱得再想想主意。正说着呢，大儿子推门进来了，俩了是吗？我回来了，我又打了好几条大鲨鱼。好家伙，这海王啊，我这孩子，你说这家伙？哎，不能这么喊了，知道吗？过两天呀，家里头还回来一个老头啊，他呢100岁了，确实是模样，反正脑门啊长了一个痘啊，穿了一个这个跟爸爸颜色一样的大褂啊，反正比爸爸倒是胖，比爸爸稍微的高一点，壮一点。回头呢，你看见他，管他叫爸爸啊，不许跟我这么说了啊，我告诉你，说好了。爸爸给你买鱼吃，不说好了，爸爸把你喂鱼吃，是吧？跟这大的嘱咐完了，那小的他不用嘱咐。我也说话。哎，没过几天，您从沙窝回来了，我赶紧吧，划个小船上天津港接您去了。您往上一坐，我给您带到家里来，跟家里这么一坐，我操持了这么一桌好饭，您坐在上垂手，我坐在下垂手，咱哥俩推杯换盏，讲不尽的友情岁月，您是坐享天伦之乐。您说，就我这样的好朋友，您是交还是不交？交交得交交，我交你奶奶个孙子我！哎，你骂人、啊？你办的是人事吗？郭麒麟，我怎么了？废话，我问你，我走几年？十年呀、啊。中间我划着船回来没有？从来没有啊。我没接你我媳妇，这孩子哪来的这个？你那你就甭管了。废话，不是我能不管吗？我你办的是人事吗？你办的打人啊！我告诉你，废话，那这是我打死你！不是，你先听我说，十年你可一天都没回来。对了，你管过这家吗？我不没管。这家跟你有关，这房是你买的吗？不是，是不是？但我也不用帮忙的呀，我呀。哎，不，那咱不说这个啊，你可没关心过嫂子。对呀、啊，你可没关心，我跟嫂子那可是清清白白啊，天地可见。怎么着？你问白天我一天一天我不进去，会晚上一宿一宿不出来呢？你还你说了你都没有，咱不说。我问你的孩子是哪来的？你咱这孩子，你赶紧叫，管你叫爸，你高兴不高兴？废话，我这能高兴吗？那孩子他是我的，你。哎，不，你等我不是，我没说，那海王跟这个，是你的，我的。哎呦，我有误会了，兄弟，我
我知道你90了，你再回来100了，你又没孩子，以后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管你呀、啊？是不是？嗯，我孩子多，匀给你俩，让他们给你养老送终，有错吗？哎呦，兄弟，我不知道。你别碰我。你没说，十年啊，没给家打过一个电话，没发过任何一条信息。嫂子这些年开支全是我一个人出，你问过一句，你对得起这家吗？你配当个合格的好爸爸？兄弟，我不知道。你别碰我。兄弟，我拿你当亲人，哥，我拿你当亲哥哥，你就这么对待我？你拿我当人？行了，我也不说，今天跨年，我就死在2020。我现在我死在兄弟哥哥，叫哥哥，兄弟叫哥，哥哥错了，哥哥不知道啊。那得明白，那孩子他是我的，那我放心了。你媳妇生的，我去你的吧。叫哥哥。来，爸爸抱抱。怎么坐底下了？这是一眨眼这么大，是吧？是吧？要么听相声别瞎打岔，是吧？啊，我这看着孩子可爱嘛啊！我说得了，行了啊，既然你就这么大规矩，我也不为难你了啊啊啊！咱们好好聊聊吧，最近学什么了？哦，我老听人说你现在什么？那个古诗文啊什么的都有了解哈、啊，他都学。那这样啊，哥哥给你出个题，嗯，给你出个上联，你能不能对下联啊？哎呦，这是不是有点难呢？没问题，他行吗？还拍胸，放心吧，哥哥。嚯、哦，你跟我说吧，说什么我能对上来？那你考考他。行，嗯、咱出一简单的啊、嗯，出一个字儿。你说，雨。哦，哪个雨？下雨。雨，哦、简单雨。嗯，雨。他说什么？喊羊头。啊，风。你看多棒，很工整，天对地，雨对风啊，这是讲究啊，雨它风，这就对了，棒极了。好啊，好孩子。哥哥再加大难度啊，你再说什么？哥哥能加字儿。哦，那我也能添字啊。你看啊，嗯，花雨。哦，哼，酒风。这可能是有遗传的魅力在哈，这是意境。哎，对对对对对哈，这不是愚人不明白这个啊。那我还能加字啊？你再说，飞花雨。好，耍酒疯啊，点点飞花雨，回回耍酒疯。房前点点飞花雨，席上回回耍酒疯。嚯，得了，我问你最后一个啊。啊。老天有道，房前点点飞花雨，洒遍了南北。他说什么？祖宗缺德，席上回回耍酒疯，算什么东西？我去你！你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这能不让人佩服吗？你说啊，我也是带他出去的时候多了，是不是？您看您有这么一个好的儿子多好啊！您教教我爸爸，可能就差一点了。啊，哎呦，您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可能不能继承这个相声艺术了。嗯，哎，怎么回事？您还不是您还蒙在鼓里的吧？不是我徒弟呀、啊，你呀、啊，那就是你鄙人，就是我。不是说相声的吗？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打算以后就不说了，不说，不说相声，你要干嘛去？我有更大的舞台等待着我呢。您没看出来？您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潜能吗？还能干点别的？没看出来吗？除了说相声，太平歌词。那还不如相声呢，你知道吗？那不还在相声里吗？跳出相声之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是您就你还除了说相声，你还想干什么？我现在 啊已经是这个身份了，郭麒麟，我鄙人、啊。您还哪个领域发展？我是一个文人。这都是这都是我们同行，我告诉你，这都是别的报社出来的，你知道吗？不是你怎么又文人？文人知道吗？不是我是你师父啊，我都没有看出来你这方面的潜质。这还看骚客？不是，怎么成骚客了你？我就是有能耐呀，能写，能作诗，能干什么的？怎么着还能作诗？我都没看出来。您是没看诗的那一片，您是。
大骚客大文人没看出来啊？没看出来，这闻出来的，您可能有鼻炎。什么叫闻出来的？不是，你都骚客了，你这不是还没诗？人家屈原先生写的《离骚》，打那年头文人都叫骚客，叫文人墨客，对对，一样一样啊，一样有墨是墨客，我今儿不没带着墨水吗？我就骚客，啊，知道吗？怎么个骚客？大骚客呀，还大骚客，不轻易的，不轻易骚，知道吗？以后相声这类我就不提了，我也不沾了，踏踏实实就发展那方面了，搞创作了，搞创作，创作怎么创作？这呵，好家伙，我这么、我的那个积累呀、我的知识储备呀、这些个相声演员捆在一块儿枪毙了都没我多，那是没你多了，本来就不多，还都给毙了。着急呀，着急，不是都不会呀，都毙了吧。不，你别这么着急，你真在这方面有发展，下过功夫啊？是吗？正经下过功夫啊？不是，就你这你就不要老这样，这不是让人看我是个文学家的苗子吗？你看出来了吧？不，武术家了，您这个不是我真的啊这些我这么着吧，您说，我跟您提的那个我认识那些个大文豪。一提你就害怕了，您在这个领域还真有朋友，特好家伙的啊，认识，北京，啊，特别了不起，特别出名，大伙儿上学都学过的，北京作家，老啥，老，知道朋友吧？我跟他我们有啥过？你等会儿，你到底认识他不认识他呀？怎么能不认识？怎么能你不认识他？你不知道他姓什么叫老啥？啊，怎么就那个北京作家吗？写过好多，到底老啥呀？文盲，跟着文盲没法交流。不是文盲，到底他叫啥呀？你人写一千字老啥？啊，签字签老啥？对，老啥？等会儿，我要没琢磨错的话，这叫老舍吧？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哪儿啊？那叫老啥呀？出来了。我说的这是他那个人口普查的时候那户籍警问的，这我叫什么老啥老舍，谢谢老舍，就叫老舍，老舍老舍，我熟啊，老舍你熟，我熟啊，你刚二十出头，你跟老舍熟？不是，我们神交啊，明白神交，你明白吗？神经吧你这是，神哪儿啊？你跟老舍就神交，这样演员没法交流啊！羡慕吧？是不是羡慕我跟人老啥老舍先生，我们有这个交流，是不是？你在文学上跟人有交流？那当然了，虽然没见过面啊，啊，人的著作我都看过。哦、啊，那你是拜读？拜这行？哎，拜读行吗？啊，行，拜读、啊、看过。对，那个像什么？是骆驼样子啊？看过吗？骆驼样子？我们看过骆驼架子。嗯、骆驼样子干嘛呀？这人没完。是写那拉车那个骆驼祥子呀，那是祥子是吧？啊，老傻写的那个，对，是祥子啊，我不是看看祥子是什么样子吗？是不是？对不对？什么样子？祥子啊，祥子，对，我看过、还有那个龙须面，龙须面知道吧？刀削面您不看看？我还看没完了，不是筋斗那个龙须面，毛血旺，卤煮炒肝儿，什么呀？你这够了，够了，吃了没够？你这个什么呀？龙须沟，您到底看过没看过呀？看啊！骆驼祥子、龙须沟，老舍的名著嘛。这是给您出一个小难题，你知道吧？给我出难题。就我一说龙须面，你这哦，对对对，我看过看过，完一下露怯了，您就知道。我至于吗？我知道吧？龙须沟啊，对，我看过，知道吧？您看过龙须沟？看过，我这我都熟，我就看过。哦，北方作家、南方作家一样啊，也认识。对，就。那个什么什么逊，鲁迅是吗？这差点把实话说出来。鲁迅我认识。你认识？呵，不，我看过呀，我看过作品，当然了啊，各种那个人物，是我特别喜欢他写的一个人物叫祥林嫂。哎，这还说对了。有这个人吧？有这没说错哈。祥林嫂人生非常的悲惨，那是个悲剧。因为什么？打一开始他第一任丈夫叫祥林啊，没错，死了。对，对不对？你废话，他爷们不叫祥林，他那叫祥林嫂嘛，对不对？真是死了，改嫁了，改嫁了，嫁给贺老六了。哦，没过多长时间，老六也死了。哟，老六都死了，老六也死了。哦，你说怎么办呢？嗯，村里人那会儿封建思想，嗯，总说呀，说这女的不好，这女的呀，克夫，有这么个说法？这不这怎么可能吗？这个
克夫有这说法呀、啊？跟这没关系。放在现在社会，咱们用科学的司法去想，去想，我个人，我就从不怕克夫，我不怕。你怎么不怕呀？我能买一件衣服，耐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我跟你说，这都是一个耐克是耐克夫啊。对对对对，这都是我跟你说这能耐。你能把鲁迅气死，再气活了。你都不懂，那都是耐克耐克夫。对对，那都我研究出来的，对不对？你要穿一阿迪，完了坏了死了，你知道吧？耐克，哎，这多好，这个，这都知道。还有一位老先生，你再说说吧。吧唧吧，这老先生我最爱啊。你爱你这贴饼子那是怎么吧唧吧唧的出来？贴饼子就是锅筋儿，那是什么害的？我说吧唧，不是。八斤是吧、啊、如果要没猜错八斤。对对啊，我老弄混。对对对，八斤鸡嘛，对不对？什么呀，说我家有只飞禽别叫八斤鸡，是不是有一这个？对不对？你还是说相声来吧，回来你别在文学圈里混了。是我都是结合，你说着说着就飞禽别叫八斤鸡了，都还是 这都是我结合我的学问我研究的。八斤八斤呐、啊、八斤啊，跟鸡没有关系啊。没对对对，八斤啊，八斤我看我学过啊。还有一位冰心奶奶啊，这对，我没说错吧？这很对。对了对、啊、有这位、啊、对，冰心奶奶是多好啊、嗯、啊，写过好多什么繁星春水，呵，诗集小说集什么都有，没错。但我认为啊啊，冰心奶奶给后世这些个孩子们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呀？你说名言警句。哦，那些真言，真的每次一想起来，哎呀，一下就是一下都明白怎么回事，该怎么活着，哦、嗯，有很多启示。当然了，嗯，人冰心奶奶说最著名一句话这么说的，怎么说？说我呀，啊，虽然抽烟喝酒烫头，但我是个好姑娘。哎，有的姑娘抽烟喝酒烫头，她其实就是个婊子，你知道吗？对，去，这是冰心奶奶说的吗？这是你爸爸说的，知道吗？谁说这话呀？这没法聊了，真没。谁跟你没法聊？我是跟你没法聊了。您怎么回事？这都是我跟人家 QQ 空间上看的，这都是。你这都是假的呢，那哪儿？这不是冰心奶奶说的，不是冰心奶奶说的。对了，于谦大爷说的。这啊，这跟没关系。记不太清，记不，反正横有，反正是警示名言。那是有很多，是不是啊？我就爱看爱学。哦，当然这几位可能都是高高在上的，奉为圭臬的都是老先生、老一辈的。这对。对，我们那不敢跟人、嗯、不跟人提了啊！队长，你一步一步往上熬，嗯、我还大队委呢，对不对？嗯、严鹤祥不错，我爸也喜欢他。是，哎，起个名字严鹤祥，这是艺名。对，吉祥如意嘛。嗯，好名字。嗯，他本名其实不叫这个，我叫壮壮。哎，也不是本名，那不是本名。他坐飞机的时候啊，人家那空姐都喊，知道吗？还有一位旅客，壮壮，请您登机，都是叫这个。不能免票的吗？那差点，这人家观众给起的外号。对对对，他也是干妈认的比较多。我呀，好，我伺候得过来吗？不都是妈妈粉吗？不都喜欢你吗？那都是您的妈妈粉，这都是。那我妈妈怎么喜欢你呢？那、啊、这个是一个小问题。隔辈亲，可能隔辈亲。是，那说，哎，他认了，你看没有？说那没用，壮壮名字也挺好听的。哎，得观众开心嘛，是不是？啊，我们也都挺开心的。是。真挺好的，嗯，但你说起个什么名字，本名啊、艺名啊、曾用名啊、别用名啊，包括外号，这都无所谓啊，它只是一个代号。对，评价一个人还是得看他的人品。哎，严老师的人品啊，我，壮壮这个名字太好了。你先等会儿。哎，我一听这名儿，到人品这儿你怎么隔过去了？不是，嗨，我这一时之间，您人品关键这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那个。你不用老捧我、哎，著书立传的那个刻个碑什么，这都太多了，知道吧？我要死是吗？我要还都刻碑了。就是您的优点太多，好些条啊、嗯！我一时之间我不知道从哪儿下嘴，对吧？你说我是先来这个蹄筋儿呢，还先来这腰窝呢，是吧？先来这百叶呢，还先来这黄喉呢？您把我砍了是怎么着呢？别说那么恶心，不像话，就不用夸我就成了。不知道怎么夸你啊、嗯？反正啊，整个后台来说，我最佩服的。嗯，最崇拜的啊，您，为什么呀？哎，别的不说啊，
我最佩服一点什么？嗯，低调。哎，这倒是，我哥太低调了。嗯，真的，平时你看，可能上台穿着大褂，私底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录这个严老师私服的啊，就是平时穿什么，平时穿什么，这您看看，不修边幅。也别这么说呀，可以说是邋里邋遢呀，真的，随便一点。就是家里虽然有钱，但不往这方面走脑子。哎，这对，对吗？无论去哪儿，背心裤衩，是随便穿背心，来个背心，嗯，来个大裤衩，嗯，是吧？有时候也不穿，别介，什么时候都得穿。不是我那意思，不穿背心裤衩，不就换上大褂演出来了吗？啊，这倒是，对不对？嗯，正式场合还得穿得正式一点。对，因为什么呀？啊，心不在这儿。你说我呀？哎，有钱买衣服什么的，不买没用。哦，那吃饭，舍得花钱。哦，我讲究吃，民以食为天嘛。嗯，中国人最讲究吃，嗯，也最会吃。对，严永祥就是我，真的家里头天天吃那东西，嗯，太讲究了。您给讲讲。简单说，他最爱那道菜啊？什么呀？所有的蔬菜，嗯，全都进口的。哦，蔬菜都给吃外国的。外国蔬菜啊，都吃什么了？有打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口买来的土豆，不，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嗯，进口买的茄子。哎呦，从这个塞尔维亚啊进口买的青椒，哦，拿过来夸夸一切，切块炒，炒完了依旧米饭，特别香。我吃这个去铁岭就行了啊！您地三鲜呢？这是，你不有钱想糟吗？有钱别这么花呀！想糟吗？人那不是买仨导弹送一筐土豆吗？不是？没听说，有钱吃点好的。是好的。哎，好的怎么没有啊？你给说说呀。好的也有啊，和牛。哎呦，这好，这上档次。爱吃肉啊？就爱吃和牛。是。呵，好家伙，和牛牛肉吗？对，买回来切片。切好了片下锅先煎，嗯，哎，搁点洋葱，嘿，哎，来点豆芽，都炒好了往里放牛河，哎，加得了，撒点盐，搁点酱油，捞出来扑噜扑噜一吃，太好吃。吃和牛。您这就是牛河呀？这是，这是和牛吗？怎么能是牛河呢？你这炒半天，这不就牛河吗？人厨师还问呢，厨师怎么说的？好不好吃个？这就是牛河。这个我广东厨子可不就做这个。不是你光吃那和牛，你不腻得慌吗？那我吃什么呀？应该你来点，先来牛河垫垫底儿啊，来点干的什么？紧接着吃这和牛啊！啊，对，这和牛吃好的，对不对？啊、你和牛你甭说做，嗯，养和牛多费劲呢。哎，这我听说过，是不是？啊，从小的小牛犊养起来的，是啊。之前你得先给它听音乐，对，讲究啊。听什么？听古典乐。哦，干嘛还给听着舒缓的？那废话吗？你老给它听那朋克，它不变异成牛魔王了吗？它不。对不对？这牛的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哦、老给听烧饼相声，可能那是、嗯、得听啊，听音乐嘛、哦，得听那个好的。哎，听完按摩，哦，还得按摩，按摩知道吗？这我知道。哎，专门把牛往这一趴，啊、嗯，请人按摩师傅过来，哎呀，都有手法啊。哎，弄好了，哎，行了，哎，盲人按摩呀，不就成语吗？怎么说？盲人摸牛是吧？嗯。哪有这么一句？盲人摸象，先拿牛练练手嘛，对吗？他跟这儿等着我呢。按摩，嗯，按摩完了，吃饭了。哎，这得该吃了。开饭，嗯、开饭吃那草呢，都是精心调配过的。对，真的，那有配方呢。啊，吃完了草，得喝啤酒。哦，牛还喝啤酒？哎，那要不然那肉质怎么那么鲜呢？哎呀，喝啤酒，啊，喝啤酒，那反正这个牛自己挑。嗯，啊，牛自己想喝什么啤酒喝什么啤酒。那喝什么？像什么燕京的呀，青岛的呀。哈尔滨的，反正他爱喝哪个喝哪个啊，都是国产的。哎，这国产的好啊。嗯，这牛喝完了，反正他可能叫唤那声儿都不一样。这喝啤酒跟声儿有什么影响？喝，你看这牛都闷闷叫啊。啊，但你说要和牛，嗯，喝啤酒的和牛，嗯，就不这么叫了。他怎么叫呢？你比如说吧，喝燕京的牛怎么叫？闷儿哎。哦，这干就北京南城的牛，哎、这是、啊。你说吃饭，闷儿哎，闷儿哎。吃了啊！哎，你再说喝青岛的怎么叫啊？再不这么叫啊？闷儿，闷儿，你看哦，这听舌头根子发硬。哎，啊、你要喝那哈尔滨牛，那叫最好听。那怎么叫啊？闷儿哈呀！好，这牛都成精了。哎，就跟上酒席意思差不多，你知道吧？哦、哎，闷儿哈呀，这牛多好啊！太讲究了。是牛养大了，嗯，你得杀它吧？对呀、啊，咱吃啊。哦，杀也不能虐杀。
哎，对，咱看不下去，是，尤其严老师，嗯，见不了血，我心眼软啊。你说真好，拿个大砍刀啊，给牛摁住了，咔嚓就这一刀，大牛脑袋地上咕噜咕噜乱滚，顺着枪子噗噗往外滋血，太残忍。您说的够痛快的呀，您这。您是太残忍吗？不是，就是这个残忍的，您不是看不了吗？那应该怎么办啊？咱怎么办？电击。哦，国外都是电击。对，这样它等于是善待动物嘛。哎，一样是杀，你善待它。嗯，这个杨小强自己就来了。我自个儿电击。他控制这个呀。哦。你怕给牛电疼了呀，对不对？哎、电击。嗯。这弄一电门，弄一电门。哦。弄一根电线。你看。哎，这电线噗，杵这电门里头。嗯。这头呢，你拿手攥着。哦。哎，你拿手一摸这个牛，这牛就死。对。啊，这电牛啊，这电我呀、啊！牛先没死，我先死了。你不善良吗？你善良不能这么电呀、啊！那怎么办？那电着牛啊，你得想别的辙啊。嗯，搁河里头。搁河里怎么电？水能导电呀。哦，水能导电呀，对吧？这么个原理。哎，弄一电门。嗯，这电线插这里头。嚯、哦，这边顺着那河里头。啊、嗯，这牛只要一下水就电死了。那就完了。啊，嗯，但是牛也聪明。哦，求生欲望很强啊。嗯，怎么着他也不往那边去啊。是啊，你着急啊。我怎么办、啊？拿小辫赶啊。哎呀，赶也不走。嗯，你怎么打他，怎么踹他，怎么骂他，他都不动啊。那怎么办啊？给杨小强急坏了啊！一翻身骑上去了。对，这牛打都不用打，自己就往水里跑。对，牛跟我同归于尽了吗？啊，就说你善待动物嘛。我善待动物，我得对自个儿好点啊。下来，反正咱不管怎么着吧。嗯，给这牛。弄死了啊！弄死了，弄死之后准备吃吧，来吧，专门请那厨师哦来做。嗯，这和牛太讲究了，您说说，讲究在哪儿？不是说怎么养啊，在于它的血统。哎，对对对，这太重要了，这有说头。吃这牛之前啊，先看一证书。什么证书？这证书就是他的出生证明啊。哦，户口本啊。啊，这上面写着他爸爸是谁，哦，他妈妈是谁，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谁。我这么详细，这才能知道是不是一头好的和牛啊。血统。杨小强往这一坐，嗯，人厨师把这来吧，您过目吧。呵，杨小强拿过来一看，看咱们人真好啊，纯呢。这和牛啊，嗯，父，嗯，严鹤祥，母，翠花。你别来了，这牛是我儿子是吗？杨小强当时就急了啊，烤了吧。这烤，我怎么那么狠呢我？人一会儿端着这和牛上来了，嗯，杨小强一看，眼泪也下来了，毕竟是亲生的，太肥了，我嫌肥是不啊？反正就吃和牛嘛，像话。总而言之，这和牛算吃上了。嗯，这是会享受，我就这么享受啊。朋友们，享受啊！虎毒外不食子呢。夕阳享受、嗯，这是。我都没法翻着。对，其实我也不是那意思，我也没想到他们。那你说他干嘛这么大反应？我嘴欠吧。这不半年没说了吗？这不是。我今儿嗓子可是不错，因为他老骑摩托，可能也。哎呦，谢谢妈，嗯，好。哎，哎呦，哦，行了，不乐意是吧？我们现在都崇尚自由婚姻，那个特别的感谢大伙儿啊！你看刚才是孟鹤堂跟这个周九良啊，对他们哥俩说了一段新编作品，叫《特工学院》。好，今天多好，都是这个新编的作品。嗯，前面这个烧饼跟曹鹤阳说的这也好，是啊，人叫《封神榜》啊，嘿，哎，都是好多根据这个电影这个桥段去改编的大 IP。本来我们哥俩今天准备了一个这个《爱乐之城》，嗯，但是呢，我这嗓子我算我胡说八道的、啊。您亏心不亏心？没有，就因为确实跟我哥呀太久是没有相见了。对我们俩就是好多中年夫妻的现状。各玩各的。您要这么说，我想起那个 long time no 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最近有一韩剧啊，哦，好久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哦，别说这个了啊，不能说。太好了，这个所以是我跟我哥呀，大伙都觉得我们俩感情淡了。嗯，其实呢，并没有，压根就没有啊。瞎说，没听说怎么逮谁跟谁亲啊？我，嗯，我都挺矜持的啊。行了，可您都上了热搜了都啊？啊，是吗？郭麒麟又亲爹了啊？对，亲爹的不让亲吧呢？嗯，啊，我跟我哥确实也是，之前总是那个互相啊，老上家里串门去。没错，哎，我们两家在后台能算是这个通奸通家。说清楚了哈、啊，这我不想上热搜。又通奸。没有，算是通家之好。嗯啊，家里头什么情况我都了解。哎呦，有时候经常上家里帮忙去。是，但现在真是都一年多没去了。啊，得有是吧？啊，您家现在
还有人吗？对，托您的福都活着呢。有您这么问话的吗？大过年的。对，就因为过年才想问清楚吗？没听说过。不是，就是您家都挺幸福的是吧？还行啊，家里人都好。都好，那太好了啊！找机会上您家去看看。哎呦，我谢谢您。那我听说好像您是不是您搬家了吧？对，我换了个房。你看搬家了，多可气。嗯，太可气了。怎么呢？太对不起我了。啊啊！你这搬了家，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哎呦，你忙啊！我怕我一说搬家呀，你到我那儿又跟着忙、啊嗯，吃我顿饭什么的，我就怕我吃他一顿饭，嗯，能吗？我得给您去祝贺乔迁之喜，我得给请您吃顿饭。那我谢谢您，好不好？哎，您搬哪儿去？您告诉我，回头我这过年上您家拜年去。这当着观众说合适吗？没关系，到大伙咱一块儿去啊。啊，给我保密啊。啊，对，去不了泰国，还去不了你那儿吗？好，拿我这当泰国了。啊，我呀就搬到北京那个幸福大街。谁呀？我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什么巧？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幸福大街啊。你也搬到幸福大街了啊？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也是，幸福大街几万人呢，是不是？我们家老宅在那儿、哦，那幸福大街您住几号啊？幸福大街我住六号。谁呀？我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怎么又巧了？这不巧了吗？这啊，我也住六号。咱俩住一个院儿啊！啊，那我怎么没见过您？您出一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那院儿好几户呢，是不是？啊，哎，这六号是个大杂院。没错。您住南房还是北房啊？我住南房啊。谁呀？我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怎么？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南房啊。咱俩住一屋啊。啊，我怎么没见过您？您出一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我也马虎着，我也忒马虎了，我也住一屋我都没见过。那我再问问啊，在这房里头，您是睡床啊，还是睡炕啊？我睡那炕上啊。谁呀？我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睡那炕上啊。又要上热搜去，咱俩睡一炕上啊。啊，我怎么没见过您啊？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哦。啊，哎，您那炕上，您平时搂着谁睡啊？我搂我媳妇睡啊。这不巧了吗？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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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我来这个是吧？来哪个？我也会。你现在住哪儿？我现在我你不住幸福大街，你甭蒙观众。我没地儿，我住那个树上。嗯，住树上。就这么大腕儿，现在你住树上是吗？啊，对。我没听说过，那树懒才住树上呢。行。那换一个，我没那么懒。那怎么着？那我有房子、门牌号码，哪条大街？说。那动物园。啊，就这门口是吧？这地名就动物园。我也豁出去了。嗯。谁呀？我呀。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怎么着？我也住动物园啊。您也住动物园啊？住去呗。住。什么叫住去吧？不好奇。你得问我。你说你没见过我。我见过你啊。你不在那猴山上那个我去你的吧，什么猴？这是见过就得说没见过，哎，非得说没见过。对了，好好好，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嗯，动物园您住几号啊？我跟那熊住一高山，怎么要你问我呀？我问你，先问我。对啊，好，您动物园您住几号啊？负七。您住地沟里是吗？沟里头。正数住几号？3.6。墙缝里啊。自然数几号？36。36号。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怎么？我也住36号。您也36。问问我呀，没见过。哦，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哎呦，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哎，36号，您住南房北房？我呀，我住的这个北房靠南头。北房，他住烟囱里啊。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是北房靠南头。问呢？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您出去早，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哎，北房靠南头，您是睡的床，睡的炕啊？哎呦，我这人腰不好，在这个水床上盘了一个火炕。对，这什么模样啊？我也腰不好，水床上盘一火炕。哎呦，问、哎、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您出去早，回来晚，不得拜街坊。到这了，晚上你搂谁睡啊？我搂你媳妇睡啊。我去你的吧！